你覺唔覺得佢個人有冇能力先？係啦，如果你真係相處得唔開心，你分手有事。神似大學畢業啊！係啦，係啦，我問我呢個人，佢最多唔出聲嘅啫。你覺得有能力係嘛？都冇問題啊！你打個電話俾佢，我聽下。人工方人工。你到我第日打個電話傾下啦，睇下佢願唔願意做。人工方面，盡量唔好做佢，睇下有冇本事本事啊。幫我轉頭睇，因為我公司有大事啊嘛。咁點解呢個頭度？好，你打個電話試下。你長咗啫。係啊，但係佢但我慳翻好多時間。我知道你現在打個電話試一下，他部分是一些提醒的。